蔡壁忠代县长说，在处理徐正伟的东洋广场开发案，找理由钻牛角尖茶会，在花莲要绿整蓝。蔡壁忠律师啊，你很厉害啊。 OK， 我姓蔡，蔡楚总先生，我是幽灵人物啊，我已掌握您的家人、老婆、小孩底细，只要拉下来，我绝不留情，我绝不人道的杀您。我已经掌握您的一举一动，别怪我，这是您自己逼自己后果的。为了整人害人，自己变成没价值的灵魂鬼魅好兄弟，等着瞧吧。对不起，我的言语粗鲁。恐吓人还这么有礼貌，但蔡壁忠可是法务部正次呢，才不会纵容犯罪。就算名字地址都是假的，警方还是有办法。信件的相关稽证、邮戳、邮票、信纸啊等等啊，逐一清查啊，过滤出来这个信件啊是在玉里地区来收件的。偏偏玉里镇只有四座油桶，调了监视器比对，就抓到你啦。那纳信犯嫌也当场坦承啊，是他一人所为。他大概对这个现实的状况不满，然后家中啊也稍微贫困。12月份，啊看了报纸就随手啊就写了这封恐吓信函来表达他心中的不满。那你司法警察就厉害啊，这个效率很高啊，这个可以遏制一些侥幸的人啊。我们感谢我们的那个花莲县的警察局啊。突发中心花莲报道。